觉得啊，全球面对疫情的这种严峻，或者对各行各业产生的冲击和这个打击，我感觉到，好像是一个每天要现实面对的，而且每一个国家这种难以独善其身，每个行业其实也难以把自己的行业拔出来说这个事情。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团现在也做了很多这方面，这一将近两个月以来啊，做了很多方面这样的抗疫节目。好几个视频，然后有一个是我自己画的画，然后把它拼在一起，加上我们培训的重八培训的小朋友，然后拼成了一个就是环保地球就是环保类的一个视频。我们有什么能力做什么样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能做的也不多，但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表达出来了。然后去过法国，像法国啊、西班牙、美国，国外的观众都是每一场演出之后结束谢幕的时候，他们都会以很热烈的掌声和尖叫，然后对我们表示感谢。感觉其实外国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就是大家都很热情，因为毕竟我们其实说我们都是来自地球这个大母亲养育了我们，然后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然后感觉大家都很友好，接受到就是防护疫情的重要性，因为很重要这件事情，只有大家都一起防护了，我们这疫情才会尽早的过去。If only we all stand together, can we finally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No bystander in this war. We'll fight together. Be strong, China. Be strong, the world.舞蹈里头有很多动作，然后就是，专门就是为这个抗疫做的，比如说像加油。或者是祈祷，就是想尽快结束这场抗疫的战争。就是希望看见作品的人，不管是国内外的友人，都希望从中能获得爱的鼓励，然后心连心，共克时艰。但是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居家隔离的一个行为，就是去防控这个疫情的传播。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职业去告诉用我们的方式去告诉公民或者百姓或者是一些不了解芭蕾舞的人啊，我们是怎么用我们的方式去普及，给大家普及这些防疫小知识，然后告诉大家要多运动，增强免疫力这些目的。芭蕾呢，看起来很柔美，很唯美。我觉得我们抗疫这个过程呢，也要结合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少林和武当的结合，有外在的力量，也有很多内在的力量。但是我认为内在的力量是全世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认同科学这个道理，共同抗疫，我们一定能够取得